2011年亚洲先生竞选今日进行大中华赛区首次面试，年龄由19岁至到53岁嘅19名男士，分别以便装同埋泳装示人。一如以往，参赛者带俾大家无尽惊喜，例如新版嘅象爆王桂发，佢应评判嘅要求，首先献唱陈奕迅嘅歌曲《浮夸》。我是浮夸吧，夸张指引我很怕。继而再表演舞蹈同埋耍功夫。换咗泳裤之后，又表演单手倒立。港版朱古力波如安迪就以 T-back 泳裤上阵大 show 8月15，事后被大会要求换泳裤，但系佢就唔认为喺台上面着 T-back 泳裤会过于暴露。又唔算暴露嘅，我不嬲，我游水，我喺室外都咁着，你着 T-back 咯，因为我中意着 T-back。超龄吉他男陈志超今年53岁，系最大年纪嘅参赛者，佢自弹自唱，为2011年亚洲先生竞选作曲。Well, I like want you tell her what you want. Mr. Lisa is my best friend. 要数入围机会最大嘅，就可以参考各位评判心目中嘅首选。获选为超级超级男嘅44寸震波女梁伟陈景涛，喺台上面施展震胸肌。佢系连续3届广东省健身先生冠军，但系佢都系对自己嘅身形唔满足噃。我而家睇我自己个身形都系唔够靓嘅，你俾多我20日，我俾你一个惊喜俾你。民生杰志球员林家良就获选为最受女性欢迎嘅超级男，佢右半身同埋双脚小腿都有纹身，其中包括妈咪个名，令人留低深刻嘅印象。高大版陈国邦李鹏就被选为最有霸气嘅超级男，武器关刀时都几威风噶。靓仔律师黄子君就被评判之一嘅林伟臣睇好。而家等我哋再睇下其他嘅参赛者啦。